吐气的时候身体放松，放松，下巴稍微下收，不用力哈。对，眼睛要前闭哈，眼睛要闭紧。默念南无弥勒佛，一手悬观，默念南无弥勒佛。好，来，请无穷罗庙天明，红路法和妙道，今天皈依圣严宫龙华圣会。一至中央点显灵，万法超人胜利清，请咱了地金庙仙灵合体，和红路主行显露以道合真，红路之累世完亲祭祖历代祖先，今天全部照红路显官灵巧受其得道皈依，红路在圣严宫好好修持功德回向，只要功德有成，修道有成，东晋龙华盛会，启动灵动无要紧吼。来，妹妹来。在这里，手合掌，眼睛闭起来。来，请观世音菩萨，新路今天的你正式修为为义路，唔讲你都系观世音光彩，身体健康，诸事顺利。请菩萨加持，和红路完成光彩，身体健康，诸事顺利。好，来，边头来，啊，恁同学也来。我给你修理，祝你人生长的哈。来，眼睛闭起来。来，请这光华佛加持，佛地主观心光彩，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为小人之心，贵人来做。你的事情安尼，即个给你背了算有亏了吼。嗯，还好啊，拍拼，你这年还阁少年呢，听好无？啊，你也免烦恼啊，迄个查囝，后摆有出路。你当时拢烦恼过头去呢，知无吼？来，请观世音菩萨，哦，红路加持，会完成光彩，身体健康。诸事顺利，出来大事会平安顺利。请菩萨加持，红路完成光彩，身体健康。好。你好，老师哈，来，新路来，去合掌，来，请菩萨加持，红路风刷离心，灵光自在，风刷离心，来，站起，手拍莲花指去。伊个牙照莫阁坐了，所打莲花池，请要地金庙来个调整这灵光，来地主来，
守护长。这个关掉会不会吹了头？来，请这公司加持。再加持。地主人工主宰身体健康。放松哈，再加持，来，你要来过吗？有。你有手合掌，眼睛闭起来，来，请菩萨加持，再加持，这里转来吗？来。最近了啦，工作有较顺无？谢谢师长。来，请菩萨加持，目睭开，菩萨加持。来。来，请有地金庙加持。来，这样尾气有没有比较顺？有。站过去一点，好，这样子。来，请千手观世音来加持，再加持。来。来，请他九天多秒，把这个关掉，他袂有冷气，他甲吹着，较不舒服。请九天多秒加持。我挂一个哈。来，你来。左手掌。来，请菩萨加持。来，恁两个来，这一下压照。所长，请菩萨加，把酒开开。请菩萨加持。一直的横向。来，请菩萨加持。再加持，来，恁这都几个来？这都讲爱清净的好哈，守护长，来，请九天投票加持，守护长，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这里啥人？同修。您同修哦，阿伯来过无？我无。顶礼拜来。好啦，您无我紧啦，来我给你加持较紧啦。我老实讲啊，袂当甲你抢，你放心啦。嗯，我嘛是爱注意。免注意啦。没有。没有啦。谢谢。来，手合掌。谢谢。手开开。来，请这公司加持。你该带来的这里就够疼惜你了。嗯。请这公司加持，让地主这病夫病衰离身，让身体健康完全借助离身。
红路同修在道中皈依学道，功德回向，超度于历代祖先，会出来大事平安，请衡量这功德福德加持。来，来，请沈叔加持，衡量叔加持。你这嘴现在治疗得怎样？不舒服。开多久啊？两到三年外。三年外拢安尼哦。跟礼拜，跟礼拜交战啊，我也有我这被接出来就跑路。啊。你若来投资保牛做徒弟啊，你咧好，搁较紧。看你要试看卖咧，来试也未了，本也未了钱，干了工尔。你看安怎？袂安嘛？啊！你若皈依咧，我这万亲这主我就多给导走。你听问伊，伊一个朋友吼，迄口腔还回流一年袂好，万亲这主我治好，然后转两礼拜好去。我牛大家嘛要治，就惊恁只皇帝做唔尔。我就开开，来请这公司的加持。再加持，放轻松，我淡薄紧哦。啊，地主这万千地主，暂时个化开，为平无平刷的心。要地主若诚心诚意来皈依学道，辛苦正完全借助一同给你超度去天位。小可看咧哈，来。请金妹来加持。来，阿菩萨加持，我讲下伊就来啦。我头先讲的是真的，你问伊，一个朋友的口腔癌，老血老一年袂好，医生拢甲讲什么？伊迄个电疗了无舒适，要处理完两个排好去啊。嗯，是真的讲话那会听吗？不是讲口腔好，是迄老血迄个好去啊，即卖都会食会困。来，较提咧，较袂等咧，小哭。来，请菩萨加持。来，请菩萨加持。听个提小哭，个提小哭。来，请有地金庙加持。来，请观世音菩萨加持。那想说要加持，Thank you.
来，请菩萨加持。你头拄啊加持，迄灵动遐厉害，迄就是叫做灵光别地啦。嗯。啊，这你看要倒一修？要去念佛啦，要去啊，要去一贯道，还是要来遮？我来遮好。你这去念佛去一贯道，无人要爱啦，因为讲你去笑啊。你知影吼？嗯。来遮人就当作你正常啦，啊，看你要去对。啊，知无？啊，你听我意思未？嗯。好，来。我这个来，请菩萨加持。你去佛教哪有人讲你起笑？你去万道哪有人讲你起笑？啊，你来教我，跟你讲你起笑，会晓未？啊，你我讲你听我意思。我当无见，迄灵光不得正开，向菩萨加持，再加持，红福禄关心光彩平刷离心，灵光不得这气甲化开，而且啊，拿来这皈依学道，身躯这完清戒主，我才一同甲你度化。轻松冇，好不好？嗯，工作是吗？嗯，我是吧，这里老母抱着屁股抱着一个，嗯，我爱回家一点，因为爱回家，我老母。是啦，你来，你哪来皈依吼？嗯，有闲再来，我也袂叫你大礼拜来啦，知无？啊，有好多是正常。我爱对老母做伴。好啊，真好，真好。养友好老母，这是对的。我这是我结交嘛。本来就是啊，啊知无？啊这这跟你皈依无关系啊，皈依嘛叫用大老板来来，啊知无吼？啊你老母你若皈依，搞不好你若一个正气滴，你这个顾嘛更加顺，安尼了解无？好，安尼落来，知无？谢谢。没啦，你听我有气话麦。我讲阿表，你教本谈的了时间尔，你就知影。你若有感应，你就知影。像这个先生啊，化疗做甲袂舒适，即马迄个癌组织剩下零尔。这个尹先生啊，知无？知影无？好，下去。恁遮有新来几个遮，若爱分体，有当时啊较早来分体，知无吼？恁遮新几个都新，有当时啊较早来吼，啊，甲因安排来分体吼，真吼，
这几个要成几个只？知无？安排咧粪体，若粪体较稳的时阵，该敢提升去做啥工作？你哪里上灵修课、灵疗课上好呢？叫人来听。你做那个像呢？自己来，来几组啊？第三次。什么看网络来？你这有人工鼻涕，你知影？嗯。你这爱规修都较好呢。你知影？我晚上都睡不着。所以你这是人工鼻涕，知道吗？那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有这个，你本身有带灵体要修了。修完以后就像我们这样子来做义工，帮人家服务，那个叫做使命。那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是冤亲债主吗？不完全。那现在像我在刘家弟子身上，我也不是冤亲债主吗？我是正神呢，了解吗？不是灵都是冤亲债主，有些也是好的。啊，你不修就不好的给你干扰，啊，有修就好的来助你，那懂吗？放轻松。如果会灵动很厉害，没关系，后面有人在看着哈。来，请蔡光华回来加持。蔡加持，我地主完成公差，然后机会来皈依学徒，再给文清界主化开，精神大道来给调教，以后会当替众生服务。再加持，
啊，ชื่อหับจังแกชื่อเป้กิมนายลิ้น最近这几月这几月来向前来最近才皈依的都走往前来阿里两个阿里不得出来来因为你这个灵体看起来都很蛮明显的所以若有时间来较早我会建议给你安排问题这样如果在上灵修灵疗课程你可以来听知道吗这样以后如果灵体有进步到什么阶段的时候看要做灵修做灵疗我们途中自然给你安排知道吗也会让你宝贝正式受这个指令来去做知道吗因为你这个灵体看起来都很稳来就要调整好就好知道吗好这样可以来你来不是你啦那个啦穿灰色的衫那个妹妹这个妹妹你怎么会笑年纪比我大年纪比你大了对应该跟你比较长你来看她哦看她看得怎么想要哭啊来跟你做神判啦对凡间做凡夫的判做那么久现在来做神判啦啊、你看怎样想要皈依了我叫你来做审判就是这个意思了知道吗这些你们来这遵守道场规矩慢慢给你们培养起来到做道场的工作知道吗好这样可以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赶紧加进来赶紧加进来不要再在那边刚才你母有说了问我为什么都还没所以该去吧道场有道场训练方式虽然你过去有修过但是尽量不要去参杂以前的师父上课说以道来修比较紧知道吗走出来你就知道了清楚吧谢谢师父、啊、你们这个年纪都不是太大都要紧来会赚钱会做要紧做对我不你们世界你们都妹妹啦龙妹妹，对对对，我知无吼，好来，地主来，妹妹，你安加持阮人较轻松无？看卖哪有法度来遮强修？我看你嘛亲切来，佮既然来了，就会稳定，看要来强修。啊，叫咱青年跟我方法来修，啊，你哪来遮登记会较稳定无？会无？那会安尼就对。会得看要来皈依合修哦，道场真清净啊！你来遐坐坐，真清净啊！这道场嘛，袂骗人，袂怪人，你放心，对不？所以来遮修无什么压力，啊，知无？啊，你这年轻尔，有这种灵光别体，一进修较袂安尼，遮少年尔，叫这种灵障给你干扰掉咧，啊，知无？
哦，好，都来，来上岗来。朱道清全体合掌，恭送圣驾。